人呢？感受，高兴啊！高兴，怎么个高兴法啊？我们做到了，因为我们在首场首金，我们做到了。半决赛中出现了一些意外，你的起跑告诉你是占优势，你是如何处理的？教练是怎么布置的？我们就是没到最后都不会放弃，没有压力。那再次起跑对你的状态有影响吗？没有影响，我就是往前冲，就是拼。那你怎么看待中国短道队的精神？传承了什么精神让你们坚持到现在？我们是团结的力量，对，没有一个完美的个人，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团队，每个人都帮助我们。现在对你们的信心有没有增加了很多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一天比一天好。大庆，大庆，你好，大庆，大庆，大庆，问题，大庆。您好，2018年，您好，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练访谈的记者，有个问题想问您。2018年平昌的时候，您拿到了手机，这次又拿到了手机，两次相比心情有什么不同？冲线的时候想到了什么？两次手机。这次其实更激动一些，因为这次是在自己家门口，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整个冰上项目的一个首金，整个中国代表团的首金，所以我们先做好的是，现在只是给我们接下来的队友们、其他队友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吧，然后也是很激动，这四年走的其实这一路都是很坎坷。很坎坷，你刚才说要给大家，你之前说过要给大家打个样，你怎么评价中国短道队今天首秀的这个表现？整个周期你的状态也有一些起伏，你是怎么调整过来的？这四年其实经历了很难嘛，这四年，然后自己也没放弃，然后包括教练组也没放弃，包括我的团队也没放弃，包括我们的这个队伍也没放弃我，所以一直都是在相互的扶持走到现在，然后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比赛。入队十年，你也经历了一些起伏，你怎么理解中国短道精神？入队了十二年，这十二年经历了很多，也见证了很多，所以，我们期待短道还会有更好的表现，也期待中国冰雪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好，半决赛你们本来的状态，你可以展开一下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信息吗？现在很激动，真的很激动。对，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块金牌。对，所以真的是我们也创造了历史，也见证了历史。所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突破。大进，这是你第三次参加冬奥会，然后在自家门口拿到奖牌，是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特别意义？还有对你之后的入门赛有什么感觉？会不会增加你的信心呢？期待接下来的比赛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，对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件事，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接下来期待吧，期待我们比赛。好，你们半决赛本来的战术是什么样？